启蒙节目《王者荣耀》人仔盲盒又出第二弹了，我们就来找找这里面有没有你们的本命英雄呢？糟了，我的本命英雄没找到，倒是找到了我玩排位啊一般的两个英雄。说实话，我不想用对面拿，但是啊，更怕自己的猪队友玩。这把局太刺挠人了，有同感的扣个一。第二个就是这个明世隐了，感觉玩他都不需要技巧，牵制射手到处溜，野区都被糟蹋的不行了，搬掉，必须搬掉。裴擒虎、公孙离、花木兰，看来是第二代的英雄啊，都来自河洛地区。每个英雄啊都搭配了精美的武器，还有防城罩，组合起来还挺有意思的。猜到现在应该出隐藏了吧？毕竟我也是个天选之子。元芳，你怎么看？冲来吧！如果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差一点点就是隐藏款了。错过了他的限定皮肤款千年之狐，我感觉整整错过了一个亿。看看这最后两盒有没有希望吧。法师一星，边路凯皇，不行，我得去玩具店再端一盒，这次必要拆除隐藏。这第一弹的人仔盲盒嘛，倒是还有，不过第二弹的早就被抢光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的手也太快了吧！不过我倒是发现了一款堪比隐藏款的玩具，这里有凯的机甲模型、降天战甲，还有墨子的金属风暴，不能空手而归，就它了。按压式的水口设计，拼装还是一如既往的流畅顺利。而且我发现呀，这次的说明书明显改进了很多，再也不怕找零件麻烦了。灼热的心为此刻而跳动，永远向更强者挥剑。我最后的防线，与我合一，斩破一切。我的等离子巨刀早已饥渴难耐，边路单挑谁能一战？我金属风暴墨子，看我的电子流肘刀，透明质感，谁看谁不迷糊，起手拍大空你。记住，我是凯皇。你俩都别吹牛了，到底边路谁最厉害，还得我们粉丝说了算。大家伙你们说说看，边路到底凯更强，还是墨子更胜一筹呢？